今日来到了唱讲到上帝的商机，同时帮助国产的水果甲农民做行销。新化区农会就将新化五宝级的往来所配合优质的麦稻分担，推出第二年期双倍联合行销计划。因为现在中秋佳节快到了，然后很多农民啊，他像最近就是国产文旦又盛产的季节，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提供给消费者一个可以选购。适合中秋送礼的礼盒，所以我们就是会进国产文旦柚进来，然后还有搭配我们自己的凤梨酥，那所以就是中秋节让大家都可以到大木匠好农事来选购适合的中秋伴手礼。新化农会五宝的大麦秆往来所使用在地土往来来做阿酸甜的口味相当受欢迎，到了中秋节销路也相当的好，是农会的名称商品，配合着麦稻分担做伙来行销，这嘛是几冬来的这策略。我们的凤梨酥就是它是使用在地新化这边的土凤梨内馅，然后饼皮是非常的香酥可口，那我们也是热销很多年，那消费者都很肯定啊，所以每年中秋佳节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员工会出去推广，然后很多的曾经吃过的客人他也会回购，然后来选择这个伴手礼来送给他的亲人朋友。伊今日比着新化农会的大麦秆超市，就咱看到秋节人气上爆，文旦甲往来的展示空间，以及往来所除了是精美的包装之外，文旦内啊嘛是长期配合文旦农所来提供，让大优着三小如列的食品安全真有保证，上列袂到亏。新化区农会延续着往年做法，将受欢迎的新化往来所甲麦稻分担做伙卖，互相斗三工，希望会当催出着买去。透过联合营销的策略协助推广着优质的国产水果。南天新闻台以下新华采访报道。